哎，老婆，哎呦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过来干啥？你这热锅挺滋润呐。那是，哎呀，真美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怎么还不睡呀？你不也没睡吗？你过来干啥？你过那屋的床，那什么太那个窄了。床窄？嗯，晚上睡觉啊，翻覆去睡不着，影响我发挥。完了之后呢，闹心呐，闹心，嗯，心痒痒。那不知道闹心，我躺那数那个小猪，一只小猪，两只小猪，数大半夜呢，还是睡不着，闹啥心啊？太小了，床太小了。嗯，你咋不说你太胖了呢？你太肥了呢？你不赶紧这减肥吗？不是这，因为床随身材走，没有身材随有床来走的吧？你想啥意思啊？干啥呀？你这个床挺大的哈，哎，我就跟你说，真的，我从这头翻到那头，从那头再翻到这头，然后老美了。你看晚上想吃什么也没人跟我抢，想看电话想看几眼看几眼，看累了再看书，太美了。我在那屋都翻，来然回后呢，你翻。看我还得压个背，要不然的话你在这屋你搞热，你看我这也没人管了，我压背想压就压。嗯，我在这不是翻了半了一夜啊！哎呀，好舒服你呀！看那什么，可遭罪了。那你想干嘛？我那今天晚上借你床睡一宿呗。叫床睡去？嗯。不借，我自己已经习惯了。你过来我睡不着，难受。不，那个你没听说习惯它也能成自然吗？完就一点习惯不就自然了吗？我现在已经自己睡习惯成自然了，你过来我睡不着了，我难受啊。那你再试一下，这个玩意必须要怎么？要有那个新鲜感，对不对？完我过来之后，你就不就是再适应一下，不是吗？适应不了，你赶紧快睡觉吧，你可别搁这烦我了，我自己一个人我都不想讲话。哎呀，我搁这休养的可好了，你赶紧走。不，你修养好，我那不烙煎饼烙的不好啊，在床上烙的，你看就一晚一晚上上，嗯。一会儿都不行，赶紧走，在这干嘛？赶紧走啊！那行啊，我就睡一宿。你怎么你非得睡一宿啊？嗯，我就先睡一宿。啊，行，你过来睡吧，我上那屋小床睡，你搁这睡吧。你这咋那样呢？你不在我睡不习惯。习惯习惯就好了。